你看，在极乐世界，每个树上看到他方世界情形，也像看电视一样的。但是，比我们这个世间的电视更高明。我们这个世间，你要看清楚那个电视，还得要有一个发射台，要把这个图像、把音声去发射出来。啊，如果你不借助发射台，你可能你想知道。非洲的现象，没有记者和报道，没有电视台能弄下，你也不知道。但是极乐世界的这个就不一样了，它不需要这些东西，不需要非得有个电视，还多少频号啊，还需要借助外在的条件，人家还得要有个电视台发射啊，都不需要。哎，你念头一动，想看哪个世界的情形，都能看到。那这里其实也是一个电磁波的原理，因为阿弥陀佛是光明无量啊，它光明的速度可能还不止我们这个世间光的速度，就是1秒钟30万公里。那阿弥陀佛的光明的那个速度，由于它超越了空间的障碍，可能是当下第时，这个光就能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去。那只要光过去，光就能够传送这个图像，传送这个音声。你看，从《观经》里面我们看到，就是韦提希夫人希望求生净土，但是她不知道，并没有特指哪个净土。那释迦牟尼佛就顺应着她的意愿，就放光，光就变到十方无量的世界，然后再把这个光射回来。啊，射回来就在头顶上，啊，形成一个光台，这光台类似于须弥山的形状，啊，须弥山形状就有一点像电视的样子，下面比较狭小，上面比较宽大，啊，就在这个这样的须弥山的那个上面啊，就显现他方世界净土，啊，有的世界是琉璃为地，有的世界七宝为地，有的世界是水晶佛国，有的世界是莲花佛国。那这个所有的净土当中，也显现西方极乐世界。韦提希夫人就特别选择西方极乐世界作为自己求往生的净土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佛一放光。这个光再回来，就等于这个光能够把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的信息，无论是图像、音声各方面，全都可以摄过来。然后又加上极乐世界的一景物都是非常清净的，这非常清净，比喻这个。优罗明镜睹其面相，这个明镜就比喻极乐世界的净土，这个睹其面相就比喻普见十方无量的世界，所以到极乐世界，我们坐地不动啊，就能够参访十方。不需要借助任何的东西，你想参访哪个地方就参访哪个地方。到了极乐世界，你还想看看原来我那个娑婆世界、南阎浮提，还有些家亲眷属、有缘的朋友，现在怎么样啊？哎，你就能够一下子看到，或者还在那个苦海当中挣扎。还在每天为赚钱当官奔波，甚至有的是去世了，又到又轮回去了，哎，你就看得很清楚。等你看清楚那个之后，实际上你的悲心会升起来，这些跟我很有缘分的。他们如果没有到极乐世界去，基本上大多数要下三恶道的。你一看到这些有缘的，这到了三恶道了。你这种悲心就会出来，我得去救他们，我不能在这个极乐世界享福，他能唤起一种悲心。